欢迎各位收听安波足球快讯。官方的消息，沙特阿拉伯球会吉达艾亚里宣布，他们成功罗致前利物浦球星巴西前锋费明鲁。费明鲁在当地7月4号完成了体测，并且和吉达艾亚里处理了最后的细节，双方签署了一份去到2026年到期的合同。费明鲁将会和前车路士门将文迪成为队友的。现年31岁的费明鲁在2015年7月份加盟利物浦，自此为红军合共出场过362场，贡献了110个入球，交出了79次的助攻，协助利物浦获得过包括欧冠联以及英超联等7座冠军奖杯。在上一个球季，费明鲁为利物浦出场过35次，射入了13个入球，送出过5次的助攻。他在上赛季尾宣布将会在球季结束之后离队，为他和沙拿以及文尼所组成的埃及文明攻击组合正式画上了句号。我是阿斌，多谢各位收听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看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